害羞，录音点可以。我会把它切掉。几滴泪刷下，然后那块橘色是不是很那个？我不知道。很跳啊。那我如果照着它画，事情就大条了。不是大条，很麻烦，变成我要把它留起来。我用浓度来画，很简单啊。我就是后面黄。后面黄，然后橘色压上去就好了。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在第十堂课的时候，就是你都不要画，我们先出去考试这样？你觉得？问他，玄君可以吗？很好玩呢，真的啦。你要说服他，不用说服我。不用啦，就大家一起来玩啊，想参加就参加啊，就 extra 好不好？随便。那堂课我们去原生饭店啊，画那个 overview。Overview。Yeah。Yeah。呀呀！你用客家话教学好不好？现在要用网色，网色，就是网色啦，网色好像要那个网色都会懂。是不是现在学校好像就是要网色懂？光纤的网色，纤的网色，妹妹懂光，懂光啊？懂光是什么？很亮啊！懂光哦，就是非常光。那 Hellboy 做本记什么 ？Hellboy 后背。Hellboy 不是本体比较广、Hellboy 比较广，后面比较亮。对，所以这种草绿色 你要加的话，好，你可以加在这个主角旁边，主角嘛，他们在聊天的那群主角。你等一下一定要记得叫我用 AirDrop 给你，不然我都传不过去。对对对， OK。 这样就感觉有点太那个，好，这样框框呢？框框的水粉呢？框水水有辣吗？水有辣，辣是什么？有没有够？够哦，辣哦。有辣吗？然后，我如果要画那个后面那个树，我是不是要跟它接近的树啊？我如果哇，一看是很深的。他就马上跳到前面来。李某，李某，李某，后面的树要淡，前面的树才深。是要接近背景。李某就是说，知道吗？李某，李某，李某，李李李某，李某，李某，李李李后哎，知道就好。李后哎。歪头看什么？看反光啊！那你们都没有看反光，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啊，所以才会去用指甲去刮啊。干面色都全部下去啊！全部涂下去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厉害！干面色涂全部下去啊！下去啊，下去。哎呀，不是打哈欠了，哈去！太厉害！真的，哈去！哈去！哈去！哎呀，也抓来，抓来个灯呢。坐的跟站着的，桌子跟凳子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翻译不错，坐的跟凳子呢，然后，然后，呀，哈哈哈哈哈，搞笑，这条啊，嗯，我们写的淡淡黑黑，干嘛呢？不要洗笔哦，不要洗笔哦，不要洗笔哦，要脏脏 dirty 哦，怕你浓度跑掉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过了，出发，拜拜，加油，苏伟是吗？苏伟，苏伟，没苏伟啦，跟草，你坐在那个什么？树丛。人坐着的这个。板凳儿。对。我看哦。我看哦。出黑一片哦，木凳，木凳带下。再一次木凳底下不会屋顶底下
我等待哈。较暗嘛。较暗嘛，屋顶底下比较暗。对啊。浓，现在都是浓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浓。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没错，滴滴滴。圆呢？圆呢？圆的，圆的。两笔画完，不要一直戳。斜线暗示、哦。这个在我以前画线稿，可能就要画两个钟头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画完哦，然后再开始涂色。嗯。在编啊。在编啊。说什么？对，没错啊，你讲的没错。那老人是，就是那两个人，不用坐前面了，坐比较前面。对，坐都要变了，坐在旁边，坐在旁边。哦，天哪，我可以那个即时翻译客家口语，懂腔懂腔。木的地度，木的地度是什么？房子里面。木的地度哦。对，木的地度啊。这一次。木的地度。木的地度，地度就是里面哦。对对对。你的肚子里面。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地度。地度。地度是猪的肚子吗？对啊。地度。但客家话就是地度啊。地度。哎、欸，你早上刮的沙现在还在哎。对啊。看多严重。对，真的有多热啊。对啊，老师中暑。掉沙了。就是嘞，就多啊。要吃点退火。呛烦嘞。太弯了。呛烦嘞，烦嘞。就是，可能。再修一下。对，太直，太曲了。啊，这棵树在跳舞。对，就很像在扭的，哎。那个 Tango。Hellboy 啊。Hellboy 是什么 ？Hellboy 后面还有出哎。是什麼？后面是有树，对，淡淡树。然后看起来跑还有波黑马克色，后面看起来慢慢色。我要看它后面是什么颜色、啊。我要看它后面什么颜色，然后加深，用后面那个颜色加深。黑矮加绿用中央的色咯，就会在一起。对，如果两色一样就会在一起。对，懂腔。懂腔很厉害，腔暗腔，暗腔，啊，很漂亮嘞。懂腔，懂腔。你的 A 董江啊 ？A 是日本话。你的八个董江啊？天哪！你后边还没不能有树哎。那前后面还有一点树哎、欸。我那时候画的时候就是太淡了。画太淡，所以我们现在 darken it， 笔触。我是不是用黄色去加它？对，是因为它背景是黄色。哎呀，庭君这样应该有。有越来越抓到那个逻辑的哈、嗯，就是你加深，你要看它背景，它的大颜色是什么？对你不能自己乱加，看照片加，你要看这个，就是我的本来是黄色的，我要让它维持在后面，不然它就会跳到前面来。对，它也用黑色，否则这个跟它一样，它不就没有前后了？所以老师是用这个在暗示透视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哎呀，如果没水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喷？因为你会这样看，就表示你在确认它的水分。就是看啊，如果已经完全干掉了，那也就算了。就开始。就是随便画呢。就是我会看说，哎呦，哪边还可以先画的，我就先画。可以再染的这样。它那个已经，如果我想画的地方已经干了，就啊算了，放着。不要放。因为都放着了。因为来不及呀、啊，放着会变空白。你看哦。你看哦。后面在洗毛球的，后面的再洗一洗。不是，我说是不是？我刚刚。哦，对，要做的人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等到嘞。有等就有机会。等一下就有毛搞了。就是，对啊，其实等到久哦。
你画的东西都会实现。点湿，那、啊、你太湿没做我们的，没做我们的，做不得，做不得就是不行，就是、也没用，也没用。你要就是做了也没用，有点反光，但是那反光有点快消失。然后有透明感、哦。你这个，我这条线，我你就不会刮这边啊。对啊，不会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我要让人家看这边啊。你如果这样，哦，我、哦、们就会看到那边去。对，所以选择权在你，而不是说我看到了。迪某，一定要画的。迪，哎呦，好漂亮哦。黑波黑没？卡西。卡西，后面的再洗一洗。比较细呀、啊。啊，卡西，啊，比后面的比较细。对对对。暗示透视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操。我今天要写中午圆山写生，下午客家语教学。哈嘎巴，哈嘎巴 ，teacher。哎，要换一个香奈儿背包。抹一呢？抹一就是不要。抹一就会不要。就会变成再代言。对。啊，香奈儿就来找你啦！哎呀。他又没有给我钱。就一定会给你钱嘛？真的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桌档走掉了。桌顶。桌顶是什么？桌档啊，桌顶啊。啊，桌顶桌档要有 coffee。桌顶嘛。桌档。它这边其实有一条橘线，我就暗示这个轮廓。你画这么快，我们怎么跟得上？好像一定得画轮廓，我突然发现老师的那个这个颜色。是淡的，就是干净的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色就好重。没有。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的，我说你调色盘好脏，他说我画面很干净。对啊，这样才对吧？没有，你一开始第一层颜色你就决定了，你这个最亮的颜色干净就好，其他都是脏的。脏的。只有这边，只有这边干净啊。第一层的亮色一定要很确定，其实而且不能改。这有离光线比较近的地方，可以用比较鲜艳的颜色来代替啊。6 8 9 6 4 3，就是那些花有没有？三，就是用我调都没有调，直接这种很鲜艳的颜色下去。嗯，粉色啊。否则你那些花哦，你要留怎么留啊？天荒地老。就是其实你就把这当做亮的白色。嗯。嗯。就那个画，能在那个，就是在水分干之前的顺序。对啊，如果真的干了，你就没也没关系啊。你会知道说啊，反正干了有干了的画法，没有干有没有干的画法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又一直在看哪边到底还可以再加的。这个人的人头还没画。对，他人头还没画。人头通常就是红色加一点点肤色。哎呦，好粗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师有失误哎，会呢。那你就让他穿红衣服就好了。穿红衣服，红色什么颜色啊？哦，不行，太亮。不是太亮，太不够亮。OK。红色是不是灰色？6 8 9 6 3嘛。对。红其实是深灰。哦。按我红加在这边就可以了。你跟同一个，你跟树跟树打不过、啊，在一起。所以你应该是看你画面上决定你要用什么颜色，否则你看到什么颜色就画的话。哇，这张好好看哦。有吗？有啊，透过我的镜头看，下面地板在反光哎。嗯。哦，动枪哎。动枪吼。动枪傅允超哦，怎么讲？怎么念？怎么讲？夹夹来双。傅允，讲给夹夹来上课啊！是什么意思？快快来上课！我不是已经在上了吗？夹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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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意思？快快快！夹夹夹嘞！快快快快！夹夹夹夹夹夹。